在这样的高海拔啊，你看看，这个水只能烧到80多度，90度都到不了，就一直这样的沸腾啊。但是就是这里不跳，其实现在这个水已经是可以了。早餐，一杯奶茶。俩鸡蛋，待会儿给阿彪一个，这会儿还热的，还有小面包。来吧来吧，哎呀，盯了好久了啊。嗯哼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万一有一天，我是万一。美好的一天从你的第一个微笑开始。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那曲，往青海的方向走。啊，这里就是我们昨天的露营地，海拔5000多一点点。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露营在海拔5000米的地方。虽然说跟那曲的4500米相差了500米啊，但是我明显的感觉到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啊，那个好像感觉那个氧气很稀薄一样，中途醒了2次，但是没有高反的反应，只是说稍微的在睡觉的过程当中嘛，觉得好像有点呼吸不过来，海拔太高了5000，但是没有办法，我们既然选择走这条路啊，这一路过去几乎都是在海拔5000，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走到可可西里的无人区，那边都是在5000的海拔左右。所以这两天呢，我们房车小队都会在这种高海拔的地方露营。一会儿呢，我们吃过早餐就继续出发。今天暂时定的第一个目的地是沱沱河，距离这里有200来公里，大概也就是要4-5个小时吧，因为这个路况啊不是很好，起伏路特别多。在青藏高原呢，常年冻土，每年国家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来修这条路，但是由于它是属于常年冻土路段，这个路的起伏路啊、炮弹坑啊、搓衣板路还是比较多的，所以我们房车小队呢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是以安全为主，我们的速度是比较慢的。所以今天目标200多公里吧，沱沱河，一会儿我们就出发。
们早上出发，大概行进了有一个小时，就来到了唐古拉山的山口啊。这里的海拔是5231米。在我们的正前方呢，这边还是属于西藏地区。到我们的后边，这边又进入到青海了。看到远处的雪山哦，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，我们看看唐古拉山口的雪山。短暂的休息过后啊，我们即将继续赶路。在高海拔地区啊，走路太快的话就会这样喘气了。在我的左手边啊，这边就是羌塘的无人区，我们一直往前走就是可可西里的无人区，很美的一个地方。这会儿干脆下起了冰雹了啊，这冰雹落在车身上啊，噼啪响。在这种高海拔的地方啊，这种极端天气啊，开车还是要谨慎。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，过了前面的这一扇门，我们就算是离开西藏了。这里是西藏的北大门，再往前走就是青海了，沱沱河，也就是我们今天的露营地，大致还有20多公里吧，就到了今天的露营地了。看，再看看西藏，这边还属于西藏的土地。这一路走啊，我是2020年的时候带我从格尔木经过一次西藏，那个时候就走的是这条路，况相当的不错。今年呢，感觉起步路啊没办法，因为是常年的路途，炮弹坑少了很多，填补了很多。总体来说呢，好像感觉比上一次来这个路要稍微好走。这里就是我们今天的露营地，在109国道的边上啊。目前这个位置呢，距离格尔木还有400公里。我们计划呢，将用1天半的时间到达格尔木，然后希望我们能够顺利的进入到青海的高速，然后离开这里。今天晚上啊，开了一天车啊，待会儿到了晚上这会儿啊，都比较累了，都在车里休息。带阿彪和连宝出来玩一会儿。看阿彪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